又来催了，我知道。从现在起，就该着我催他们了，该他们给我送货了。东西弄到手了，名人不必细说，老弟，这就叫苦尽甘来。你怎么今天晚上竟跟我打哑谜呢？我要给你一个意外的高兴，明天一早你就可以得到空中的嘉奖喽。来，干一杯。糟了，快到金明岛了。他们追不上他。周同志，你看金明岛的船。干什么呢？金鹏修罗的扣过来，准备战斗。是。不必搜查呗。是。战斗啊。是你，看我的，后头还被打死了。
这就是我们鲁科长。坐。我叫鲁威志。我叫周杰，现为海防工作组。问题很明显，抢图是敌人海上阴谋的一部分，需要赶快动手。可是我们保卫科的人都不在啊，我想请地方公安部门的同志来搞这件案子。处长，交给我可以吗？你呀，这多半年来你就很少休息，你还是休息一下吧。敌人不让啊。报告。啊，进来。所长，这是佛罗的口供。敌人大约调了两个师的兵力，二十多艘舰艇。这是他们的番号、编制和装备。他们来到金平岛以后，进行过两次海陆空联合演习。还来了一个顾问小组，新来的美国人跟互联一块坐飞机观察过我们的沿海地形。对。这是敌人的演习情况和兵力部署。本来预定在今天晚上发起攻击，因为海马岛我们增加了炮火，打乱了敌人的计划。新的攻击时间佛罗不知道。进来。敌人的胃口不小啊。师长，我想先把潜伏的敌人挖出来，就可能找到敌人进攻事件的线索了。好吧，不过要快啊，敌人是不等我们的。是。先别急，你打算从哪儿下手呢？现在唯一的缺口是二春。不能单靠这张嘴，尔春本人也不一定知道他最高指挥人是谁。怀疑对象不能单从与事件有关的几个人身上去找，问题的范围也不会是这样狭小。就拿昨天的轰炸来说，炮兵调动我是上午才接到的通知，可是敌人知道得很快，地面上还有信号指示目标，再加上抢突刺杀，这就说明了在我们驻地潜伏着一个不小的特务组织，并且还掌握着现代化的通信工具。如果我们能够把敌人埋藏在大陆上的这个定时炸弹给他挖出来，这就保障了海马岛战斗的胜利。我希望你呢能够很快地找到线索。我怎么也想不通，特务怎么会知道黄小刚九点钟去接图，而且走的是小路呢。是啊，这对我们还是个谜。不过可以肯定，这是一个有计划的阴谋。老李啊，你谈谈，在昨天交代任务的时候都有谁在场？当时小学校的林老师正好来看我，院子里二孙他妈和一个卖西瓜。李坚，李坚，北方，北方，孙他妈都给我说了，没想到你会这样勇敢，真了不起啊！这有什么呀？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今天飞机轰炸的时候真叫人替你担心，万一……别这样嘛，美芳。哎，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？我太脆弱。李坚，嗯，你想过没有，今天飞机炸得那么厉害，会不会有特务给敌人送了消息？那可能啊，
海防前线嘛，这还不是常有的事儿。咱买西瓜吃。你买西瓜嘞，红蓝的西瓜。哎，卖瓜的，买西瓜喽。还好的没啊？大妈，来吃西瓜。哎，嗨，我那小孙女子被炸弹给吓了个半死，嚷着要吃块西瓜。范小刚，范小刚，到，去上菜去。到码头上接份图去。什么图？什么图你别管，海马岛送来，叫他们通信员跟船回去啊。是。快点回来，首长等着用呢。我送小路走，一会儿就赶回来。你怎么不吃啊？习惯一个人吃东西。你真下决心钻理论了？哼，不钻理论怎么行啊？没机会进学院，再不抓紧时间自修，就要掉队了。那你快学习吧，我不浪费你的时间了。再坐一会儿嘛，今晚上我没事儿啊。我有事儿，还要给渔民夜校讲讲朝鲜战场的形势呢。啃你的合同战术吧，未来的将军同志。你认为这三个人哪个值得怀疑呢？很难说，不过林美芳我是了解的，她是县文教局长为年厦门聘请来的，经过文教局反复的审查，是个青年团员，文教局正在培养她当模范教师。她日常表现怎么样？群众威信很高，教学方面是典型。就在昨天敌机轰炸的时候，老师，你救了我全家的命根子。大妈，这是应该的。那两个人呢？那两个人，如果说是那个卖西瓜的，这实在太偶然了。如果说是陈大妈，可我一向认为他很老实，就是现在。是啊，他的儿子在精品，当时他又在场，抢图的又是他家二春。二春，二春早就让我干掉了，干掉了，干掉了！这个娘的，你还烦了？一盘的好买卖都叫你给砸了！
了手的东西。草包，你去试试看。你回家下去，不叫你不许回来。告诉老四他们，把家伙擦擦，听我的信儿。二叔，糟了，二群没死啊！让民兵给送进了星桥医院，现在正在急救呢。对手很狡猾，他比我们先走了一步，唯一的一条线索切断了，怎么办？先冷静一下。搞侦察工作的人应该有一种特殊的修养，要善于控制感情，不论发生任何意外都不能慌乱。我想这才是第一个小的破绽。
明显，灭口是敌人要转移我们视线的一种手段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我们应该把二春的问题放下，先从泄密问题着手。你看呢？可是这方面的材料并不多。是不多，目前的情况是要我们迅速的找出疑点的答案来。你了解林美芳吗？走了，解放了。门报看吧。门报，日报三分日报，门报看。门报，门报看吧。今天日报三分日报。给我照张相。怎么，要跑吗？你们干的好事。放心吧，死人是不会招供的。哎，同志，您帮帮忙，我等着用帮帮忙吧。凤儿妈，对不起，今天我已经和别人约好了要下乡去照相去，这不正跟这位同志解释呢，太对不起了。金子啊，走吧。对不起啊，已经走了。对不起。真死了吗？谁还骗你？还是内勒斯的好学生，走过大半个地球的人呢，有一点风吹草动就疑神疑鬼的。老家伙只知道抢功领赏，一个真正的间谍首先要善于掌握自己的命运。灭口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危险，只不过是拖延了一步。现在我们只有争取时间，要想办法走到他们前头去。一边坐。你马上到海马岛去一趟。我不明白，你们为什么对一个小小的海岛这样感兴趣呢？这不是个小小的海岛，而是太平洋岛屿锁链中的一环。共产党占据了它，这就直接威胁了自由世界。可是我们要占领了它呢，这就是我们反攻大陆的跳板。算了，敷衍了。谁要相信蒋介石能反攻大陆，谁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。妙，太妙了。我早就知道你比老家伙有眼光。我不是为蒋介石服务，而是服务于自由世界。具体点说，我是服务于美国一个伟大的计划。这个计划是当年希特勒试图完成而没有完成的，但是我相信美国一定能够完成的。美芳，这是最后一次。这种阴暗默默无闻的生活又要结束。一个传奇式的白色女英雄，盛大的鸡尾酒会，大量的美金，都在等待着你。我们现在为这个计划出点力，将来找老家伙，懂吗？
小胖子，请您稍坐一下啊。贵姓？姓林。明天来看样子。修好了吧？好了好了，成文，到里边把57号表拿来。啊，没错没错，不送了。周同志，周同志，周同志，林老师起了路条，要到海马岛去。到海马岛。美芳，你也到海马岛去吗？我姨妈病了，我去看看她。啊，对不起。去了吗？你跑到这来干什么？看过了，想找你一块回去，又不认识路，谁知道这位同志？这石炮兵阵地，老百姓是不许来的。好，快回去吧，快回去吧。你呢？我最晚明天下午就回来。好，明个见啊。哎，卢科长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来了一会儿了。他就是李美芳吧？他来干什么？看他姨妈，他姨妈病了。哼，有意思。看姨妈到炮兵阵地来干什么？他来找我嘛，想跟我一块回去。老李啊，告诉我，他跟你谈了些什么？没什么。没什么。科长同志，我还有事儿，这个咱们回去再谈吧。李健同志，你还听不听啊，姐姐？好，你说吧。上午回家看妈去了。妈好吧？妈生你的气了。妈就问你，离家这么近，为什么礼拜天不回去看看她？你没说我很忙啊？
说了，妈不信。妈说，忙什么呀？到了礼拜天呢，就去谈恋爱，也不告诉我一声。哎，姐姐，你坦白坦白，是不是？你胡扯什么？切，别不好意思了。姐姐，你要找对象的话，你。我可以用侦察兵的眼光给你参谋参谋。调皮鬼，一点正经的没有。你可小心点，听说你们科长可厉害。谁说的？我们科长啊，在工作上要求是非常严格，他平常对同志可好了。他在49年呢，就是英雄了，可是从来不卖英雄味儿。他一有空了，就跟我说：“哎，小伙，讲两句闽南话听听。”小伙。唱个台湾小调，跳高山祖舞。他问这些干什么？学习嘛。他说侦察兵的知识啊，要像大海一样，无穷无尽。哎，他爱人在哪儿工作呢？他哪有爱人呢？连对象还没有呢。谁还没对象呢？啊，谈什么呢？我们谈个熟人。陆科长，有收获吗？这儿根本没他的亲戚，他是来冒险的。他回去以后一定要向指挥人汇报。那我们应该马上盯起他来。嗯，小伙开船。是。海马岛的企图很大，不论收获大小，都应该向他的指挥人汇报的。可是他确实没动。管事儿。他一定用了别的联络方法。骗过了我们。的小姐，美国朋友对你的情报
非常的满意。特意向你致谢。总教官还答应你，等事情成功之后，要送你到檀香山去。希望你再接再厉。不过，因为要想一举攻占海马岛，还嫌材料不足。到处都是哨兵，我实在没有办法。我有办法。这块绿纸包的咖啡是特制的，懂吗？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，你这位情人夹的是个皮包。整个海马岛都在这个里面，最后把他怎么办呢？他自己会回去吗？放心，我绝不干像老家伙那种傻事儿。不过让他在你那儿休息几分钟就是了。至于这场好戏怎么样收场，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李坚，李坚，美芳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叫人家好等。本来准备5点钟就回来了，后来因为出了点事儿就给耽误了。什么事儿？我们部队的事儿吧。一个人过礼拜多寂寞。小刚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，是。晚上该没事了吧？嗯，没什么要紧事儿。到我那里去吧，我们认识的时间也不短，该是安排一下未来了，你说呢？歇歇吧。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咖啡，喜欢吗？真热啊。
为了我们未来的幸福。喝呀，李参谋，李参谋，干什么？首长命令你跑步回去，有紧急任务。知道了。哎呀，老李，你可回来了！来来来来，我给你留着西瓜呢。来，不，我先到首长那去。哎，报告，首长不在家。咦，不是首长叫我回来的吗？不，是我叫你回来的。你怎么？不过，这不是欺骗。我想您会理解的。真没想到，真没想到。老李呀，冷静一下。我为的是他，你不觉着有人在打他的主意吗？谁？林美芳。哼，别太神经过敏了吧，科长同志。不是我神经过敏，是你脑子里缺少一部思想雷达。说句不好听的话吧，你让汤衣炮弹打昏了。我再说一遍，林美芳是个青年团员，模范教师，经过县文教局长的亲自审查和我长期的观察，在紧急关头他救过一个小孩的命，我可以用党籍来保证他。这话太可怕了。我今天找你来，不是叫你给他打保票，而是要你反攻。天快黑了，如果你同意的话，今天晚上我想请你看出戏。林老师啊，李健，李同志和小华他们都出去了。李同志说，要是有人找，就在家等着他。他还说半个钟头以后就回来了。谢谢您啊。
上哪儿去呢？这人家好歹，还不是那些会，一开就没个完。怎么，会上挨批评了？没有。那是怎么了？没什么吗？你走了以后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安不下心来。看见你就畅快多了。哎，美芳，你知道我干什么来了？嗯，我知道你就猜不着。满意吗？这是我自己上的颜色，怎么样？漂亮吗？想不到你还会美术啊。这是专门为了送给你的。哎呦，时间都白耽误了，已经八点了呀，教务主任就要检查教案了。再见了。这是发票，这股潜伏的敌人总算给我们找到了。我认为首犯是陈鹏斋，他的成员有林美芳、书店老板和燕昌文。根据公安局转来的材料来看，陈鹏斋是当地黑派的头子，过去还在闽西当过手枪大队的大队长。燕昌文是他的马便。46年的春天，他们才回来的。你再看古田县转来的材料，我看可以破案了。再考虑一下。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，电台是不是掌握在他们的手里，还值得考虑。首犯是谁，也需要做进一步的了解。书店老板，我认为他是个联络员。速转001，订货今晚送到，即派精干人员至大小港口接应。呼号是：卖鱼吗？只有带鱼。新鲜的吗？刚刚打的。002。没被发现吗？没有，这是我抄起来的，原来的我又放好了。谢谢你，阿兰同志，你做得很对。
要没事啊，我还得去注意他们呢。好，你去吧。周杰同志，你认为这是给谁的？很难说，不过可以肯定不会是给林美芳的，因为他手下不可能掌握人。如果说是给陈凤斋的，那么零零二是谁？如果是陈凤斋给别人的，那么零零一又是谁呢？现在有两点可以肯定，零零二是掌握电台的人，货是从海上送来的。干什么去？热点。解放军今晚上打演习，回去。哎，快回去！哎，快！卖鱼吗？只有带鱼，新鲜的吗？刚刚打的。可把你们等来了。不要带走。走走走。下的本钱不小啊，想天亮以前就动手，还想里应外合。海上情况全清楚了，潜伏敌人怎么样？现在我们找到的只有陈凤斋、林美芳。零零二是谁？电台在哪里？以及武装匪徒们分布的情况还没弄清楚。现在只有采取特殊手段。半钟头，是，请首长放心，我一定按计划执行。是，海马岛的部队已经进入阵地，314、315部队也已经集结待命，各团干部等着接受任务。好，我就来。好，都坐吧，同志们。敌人想要里外七攻，我们就给他来个里外七打。不能再等了，一步走错，全盘皆输啊！我得把电台带走。哎，老弟，哎，老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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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一到节骨眼上你就疑神疑鬼的？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？不等到天亮，炮弹就飞过来了。也许等不到天亮，人家就把我们给炸了。哎呀，老弟。美芳，你怎么才来？怎么样？入口都给封锁了，执勤军不准出去。啊！外面打演习，人家说怕误伤老百姓，才不让出去。这常有的事儿。嗯，是啊，也许是因为打演习，外来的船给耽误在湾上了。我亲自去看看。老弟。要想干大事，可得沉住了气。哎，暗室的门我已经锁了，万一出了意外，可以等我回来。妈的，个老家伙，你还跟我耍花招？快，梅芳，帮把暗室的门打开。那你真要走？真要走。
我的感觉告诉我，今天晚上是最恐怖的一夜。美国朋友再三地告诫我们，在周围都是敌人的环境里，你要比老鼠还要敏感。当你就吃块肉的时候，当心你的嘴巴给挂在钩子上。我们的天才，我们的天才就是要善于发现危险，善于躲避危险。天亮之前，我的小姐，咱们要为下一步打算打算吧。你在这种时候，我们最好是单独活动。除了我自己之外，连我的亲生父母我都不能够相信。李爱梅，李红了，好啊，想的真美呀，一个也走不了。陈红斋，你知道咱们之间最后的手段是什么？你不敢，我这是无声的，无声的，你懂了。谁呀、啊？陈老板，买鱼吗？什么鱼？带鱼。新鲜的吗？刚刚打的。二叔，大海。是报复队技术指导员，我叫陶炳春。久仰久仰久仰。请请。请坐请坐请坐。大海坐坐。路上辛苦了啊，可把我等急了。还没吃饭呢吧？没有。成文，成文，赶快炒菜烫酒啊，快点快点快点。请喝茶。陈先生，我向你祝贺，等海马岛拿下来之后，你就是海马岛的专员，兼着我们闽东挺进总队的总指挥。全靠弟兄们帮忙。这是委任状。哎，这二位。哦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介绍。这位是大陆工作处第七情报站站长，梅勒斯的得意门生，无形战先生的英雄，孙亚美先生。哦，久仰久仰，兄弟才到这里，人地两生，多请指教。这位是我们的白色女英雄林美芳小姐。大海，谢。陈总指挥。哎，陶老弟，现在不便称呼职务，咱们还是兄弟相称。哎，亚美，你替我陪着陶老弟，我一会儿就来。是非，是非，是非。请坐。谢谢。
路上辛苦了啊。没什么，就是风浪大一些。怎么样，路上没人检查你们呢？有，看吧，就凭几个民兵的眼力啊。哈，笑话啊。你们到金平很久了啊？不，今天才12天。哦，孙先生，不懂请别动。大汉，这是美国一种最新式的爆破武器。知道。看样子受过训。嗯，在油干班受过半年的爆破训。哦，喝水。你们的总教官是威斯贝尔。哦，认识。嗯，不，不认识。你们油干班是住在台北？不，原先住在基隆，后来第七舰队一要房子，我们就你逛过日本神社吗？哎，画可不错。请问你逛过日本神社吗？啊，日本庙啊。这你应该知道吧，自从盟国的军队一来，所有的风景区饭菜都好了，搬到这儿来吧。等会儿吧，我想陪孙先生再聊一会儿。行，大爷，到厨房吃饭去吧。上班，上班，去告诉老四他们，货已经送到了啊！快去。嗯，太妙了，亚伟，你快来看！哎，你看这儿，你看这儿，突击部队将由总教官卫士拜尔亲自指挥，除海空军掩护外，还将使用装甲部队、伞兵部队和化学部队。如果你们策应得力，海马岛即可一攻而下。哎呀，可熬到头了。总攻的时间是明天早上5点钟。他娘的，再有4个钟头，天下就是老子的了。陶老弟，时间不等人，咱们到楼上按着地图谈谈我的计划，看看老弟有何高见。啊，客气。亚美，现在该着想想下步棋了。这样里里外外到处一炸，再有本事也待不住了。嗯，是得要躲开。如真像你说的那样，宴会、记者、檀香山，我这一生也就满足了。咦，看什么呢？你在跟谁说话？哪有人呢？我问你在跟谁说话？你看看哪有人呢？说。哎，打人了！打人了！打什么？哭！叛徒！叛徒！哎，陈总指挥，见鬼！亚伟，你怎么又
装的倒不错，我可以肯定，在11点钟的时候你们就被逮捕了。为了挽救你们自己的生命，你出卖了我们，又按照共产党的指示，你来挖我们的老根子。孙先生，你聪明的太过火了吧？在11点钟的时候，我们还在海上要卤呢。说，请说的。给你脸，你不要脸，要比枪法吗？来，让你先开枪。哎哎，老弟，哎老弟们，可太不能再胡闹了，我们马上就要干大事了。孙先生，我们刚一来你就进行了巧妙的盘问，这种细心兄弟我是十分的敬佩，但是应该有个限度。你要知道，凡是被派到大陆上来的人，哪一个不是经过了若干次的审查，不忠于党国的人，总教官是不会把武器交他的。是是是，雅美这几天心情不太正常。少啰嗦。我想只有你能够理解我。太过分了吧，浪费了时间。真漂亮，我很荣幸今天能够见到我们无形战线上真正的英雄。谢谢你的夸奖，我认为应该马上把电台搬来，指挥部设在这里。我已经搬来。太好了，马上向总教官联系，他们可能已经出发了。对，现在我们才可以说胜利不远了。陈老板，陈老板，两位，爱吃只能藏三个人。谁呀、啊？陈老板，我们来查户口。啊啊，请，哎请，请进，哎请。这是逮捕证，你们被捕了。被捕了？为什么呀？你自己明白，把他们铐起来。证据呢？证据在哪呢？电台密码、无声手枪、委任状，还有他。天哪，全完，没完！海上还有我们的舰队呢。你们的舰队也跟你们一样。